而帕力奇咧就着住绿色衫嘅。咁啊，开波冇几耐啫，就见到右路一个攻势嚟自香港费青嘅，就弹柱穿网而出啊！呢球咁啊，射得相当之精妙噶。佢同对手咧都一齐喺度笑啊！呢球波可唔可以话有啲幸运成分咧？但系其实的确系一球靓波嚟噶。咁啊，入波嘅系何文卓啊。咁啊，见佢啦，右路一路望一路望咧，中间冇队友就决定自己起脚射啦。咁啊，射波个近处真系攞得啱啱好啊！咁啊，帮香港费青咧喺30秒左右嘅时间咧已经领先1-0啦喎。